Netflix 剧集由游戏宣布推出真人版实境秀，不过节目于近日开拍后却屡传负面消息。拍摄期间，参赛者们住在主办单位指定的饭店，每天必须在凌晨3点起床开始准备拍摄，期间不能与其他参赛者进行交流，而且还禁烟禁酒，违反规定者会立即被淘汰。部分参赛者控诉拍摄场地极度寒冷，而制作组却没有做防范措施，导致有人室温晕倒送医。此外，游戏进行时间其实只需要2小时，再加上等待的时间就超过了8小时，中途甚至不能去上厕所。制作组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参赛者们只能在宿舍吃冷掉的汉堡和沙拉解决晚餐。虽然制作组已经出面否认了这些谣言，但据外媒报道，参赛者们正在讨论以违反拍摄场地安全过失以及虚假借口等理由对制作公司提出诉讼了。